现在这个没说实话，你常去没？没有，今年跟你往年份不一样了。我今年还是从山上跟人搬下来的。那我走了。这条路我们走了二三十年了，我们养蜂的基本上都没错，但我跟着大人也是养蜂，也是走的。但现在我小时候成家了，也是在这里走的人养蜂。去杭州吧，那个羊水和那个船进来去，把那盖子弄高了，高了就弄那个护花球，弄那个枯草啊，捞起那个球了，它那个是一个香气球噻，它香气球来的那工作它都是从石头来的，球啊风子它都从那独角出来了，上头都没得风子，它都去趟。反正我前头去背一个桶，根根背了五个小时。不要五个小时才背农务，背农务的话那就是还是两个人一路，走那是背够的，马上中的话从那个山上背起回来，这五个小时背农都是别个屁股烧的了，得可能是两点多吧，那时候才背农务，他时间还是辛苦，是每年有点劳力的话背都背不回来。在山上取回来的时候要给他那个风的给他揉烂，揉烂了再倒在那个纱布帕子里滚泥，滚泥一般要三两天它才会把那个蜂糖流干。在温度低的时候我们要用那个钉钉帕子，要100瓦的50瓦至100瓦的那种给它滚泥，给它加热，我们那个蜂糖要出来了过后要倒在那个帕子里面，它是连续不断的那一股心要流干。目前我们那个地方是在中义乡华西村长一头蜂场，主要是在这个蜂场看一下蜂子的强弱情况，如果说蜂不多一批，我们要采取合并措施，并立越冬打下基础，给来年的春天返蜂也更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。那个目前那个蜂子那个蜂群，每一桶蜂群呢，它的组合呢，它是由几种蜂种组成的，有蜂王、工蜂、雄蜂啊。蜂王就是繁殖后代，专门繁殖后代的。工蜂它就是负责采集花粉、采集蜜源、寻找蜜源。这个抚养幼虫，清洁卫生，繁殖蚁虫等等嘛。简单说，就蜜蜂那个东西啊，好像它真的跟人的思维啊，都会很多都是相同的。啊，你像真的在工作方面啊，各方面啊，它完全是分工的非常细致的，守门的有，一头打扫清洁的有，反正就是跟人类是一样的，叫那个单位哈，叫做。你是会计，他是错了，他们都是各尽其责的，各有各的工作的岗位的。以前我们那时候在很早的时候做烤烟，都是那一个山路过车子来不到，都是过马人那个背煤呀背烟那个走，好后头一步一步的都修成公路了，都车子来得到了。那人如果说去背家伙呀干长活的，那衣裳裤脚都是全是稀泥巴糊到的。现在后头背就是一二十年后了，现在各种各样的公路都是搞成
水泥路，关键是弄好那个干场啊，走那边那北啊，都不大是油的。现在我们的人都是发展的生产很积极的，像那疯子一样很辛苦的在，每天都是那个搞废气在发展做那些。现在我房子弄得漂漂亮亮的，工作也修好了，我们生活都像疯女一样，是越过越甜的。以前我是养蜂的，最多十二个养了两百多斤蜂。自从2018年开始，我们中义乡拿到这个中华蜜蜂小镇，我就开始开了五条路了。不管是养蜂还是开了五条路，我们的工作虽然说不一样，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就是想过好更好的生活。那个蜂蜜啊，确实跟我们的人口工作是一样的道理。它那个分工不同，能力有大小，对我们全中国人民、广大贫困人民，也能够有改善生活，也让我们日子越过越好，达到过小康社会的生活条件。我们的党，我们的祖国，繁荣富强，蛮好的。